第44题到47题是题组，请在阅读下列资料后回答44到47题。以神波产生器产生一个连续周期神波，波形如右图所示。44题问：此波的振幅为下列何者？振幅是从平衡位置到坡峰或坡谷的距离，那么这个平衡就是中间这条虚线，那么就知道上面的或者到下面的距离，而它上到下是20公分，所以它中间只有一半，所以就10公分。所以第44题问我们说，此波的振幅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10公分。